他在那里卡住了。哇，没关系啦，不能搬起来，他已经卡住了。不能搬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你把它放到，放进去。可以排图案吗？那你要排什么图案？什么颜色？这个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。嗯。你可以排车子啊，房子啊。是合体战士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放在这里，这个放在这里。你也可以把蓝色跟红色的拿过来用啊。这个是合体战士。你看，这是合体战士。这个三角形呢？那我们需要红色。好。红色。是我需要合体战士。那我会拍合体战士。我做的是超级铁金刚。超级铁金刚哦。可以看看是什么形状。